收看 UC 圣地亚哥中文晚间新闻，我是李志颖，我是林成颖，我们将在这短时间内为您报告这一周最热门的新闻。新闻在香港，香港的警方在一个男子的仓库里发现到大批的毒品。我们新闻转到刘成颖为我们的详细报道。我的亲爱的，去到来克林顿。真的很爱你，你也知不知道？对手不能得分。我们的香港法律第101条，收集和使用毒品，我们现在逮捕你。这是糖耶，这是糖，这是糖。闭嘴！你太啰嗦了。你吃看看，你吃看看。上个星期，香港的警方首次在迷你仓搜出大批毒品，市值约800万。警方根据情报锁定4名可疑的男人，然后傍晚6点，采取行动拘捕2个人。其中一个男人闯到永康街，打开一个装有毒品的储物柜；另外一个男人是在汽车内等候。警方还在一个可疑的男人身上找到12万元现金。毒品调查科总结说，警方在这个迷你仓打开4个柜，发现11公斤可卡因和4公斤大麻花。他觉得毒品实在难没来的，供应本地市场。我们下一个报道，回到英国，一个刚结婚的夫妻花了13000元台币买一个蛋糕，竟然是保利罗做的。李志颖在英国报道。Albert, I'm so glad that we're married. I know, I'm starving right now. Want some cake? Yes, please. Here, wait. Why is it fake? Albert, why is it fake?是的，现在本人在伦敦，英国。你们现在看的是他们最近刚结婚的一对夫妻，他们花了27万英镑买了一个结婚蛋糕，差不多500块美金。可是没想到蛋糕是宝丽龙做的，到底怎么搞的呢？你现在看的这个男友，他现在是26岁，现在做水管工，和他的女友现在28岁，在银行工作。他们最近决定要结婚。女友请了一家蛋糕店，做了一个3层高黑白巧克力和上面还有花朵的一个大蛋糕，想跟朋友跟家长分享。结婚的4个小时前，蛋糕的老板给新娘通知说他们昨晚忘了烤蛋糕，可是呢告诉他们说他们马上按时会送一个蛋糕过去。蛋糕来了，新娘想叫她的妈妈先切那个蛋糕，妈妈拿了一把刀切下去的时候，却听到有宝丽龙的声音，然后尖叫说 Oh my god, the cake is fake. 中文翻译是蛋糕是假的。他们结婚完以后去法院告这个坏心蛋糕老板，然后呢法官决定说这个蛋糕老板要赔他们600块美金。所以说我们来问他们的感想是什么。这位女士，你觉得这个蛋糕的有什么感想吗？ I can't believe it was fake. 中文翻译是她不敢相信是假的。那这位男士呢？ How about you, sir? I'm so hungry. 他说他现在很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的报道是在英国 UCSC 中文新闻。谢谢你的收看。你们可以在我们的 MySpace、Facebook 和中国 Twitter 看一些你今晚错过的新闻，或者是当我们的朋友或和跟我们种田。我是李志颖，我是刘晨颖，晚安，晚安。先生现在是28岁，现在做水公关，和他的女友28岁，现在在银行工作。他们最近决定要结婚，女友请了一个蛋糕店，做了一个3层高黑白巧克力，上面还有一个花朵的大蛋糕，想跟家人。
That's okay. I'm so hungry. Wait, why is it? What? Albert, why is it fake? Freaking made in China. Albert! Why? I knew I should have went with made in USA. 那是我的汤，安静，这是真的汤，不是你们什么？